台南府城看历史。我真系第一次耍太极噶咋，旗袍体验游台南。我而家身处嘅呢栋楼有成三四十年历史噶啦。台湾小吃速成班，仲有得俾我试整佢哋呢度嘅当地小食。港台玩乐攻略逢星期四于新时代二高清台播出。本集节目中提及到，由台北到台南乘坐高铁车程时间要几耐呢？答中嘅观众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噶，快啲上新时代电视网站参加啦！